能准备好就自己拍吧。你衣服是他的好，我是儿童魔法少女儿童节礼物开箱，三二一，好，欢迎来到我们小猫咪新闻频道，我是主持人妮妮，我是的家长魔法少女小猫咪林毅。今天我第一次来到新闻台的正前方。嗯，第一次来接受采访。嗯，我很喜欢今天约来接受采访，还可以在这里开箱我的小礼物。基隆市政府奖状，幼生林颖就读本市八斗国民小学附设幼儿园，认真学习，表现优异。特班此状。以资鼓励。我们来先看我的环保餐具，是儿童节快乐的，有环保餐具，多多介绍。这个盒子是透明的，能看到。还有不汤匙和筷子，这个很容易就能介绍完了。还有用塑胶袋包起来。也环保，这样很环保，有用塑胶袋包起来。它有用塑胶袋还叫环保吗？儿童节快乐。那我们先来开这个看起来像粘土的东西，我这是非常的期待。哇，好期待哟、哦！还真的是粘土。粘土兔，来，预备备。粘土兔，哦，是这个，是这个。不是粘土，这是抽的那个，你猜中了。你说还真的是粘土状，你说，就是他会说要抽几号。那我们等一下一起来玩。你要我怕，你跟爸爸玩就可以。这是我们的校友，帮我们割一下，割一下这个包裹。打开呢、是什么？小小万能积木。哇，小小万能积木，哇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小小万能积木，感觉好有趣。我很想要玩小小万能积木。那要编什么？我是人荡秋千试试看。荡秋千，好，我试试看。可是材料不清楚，没关系。来，开始倒出来。我帮你拿材料。好、哦，黄色的，黄色的，黄色的哪一个？这个。对，两个，两个。然后再两个那个黄色的圆圆的。这个吗？嗯。接下来是灰色的，灰色长条，这不是灰色的吧？哎，对，这好像是灰色，灰色的。是这样装的吧？再看一下，蓝色的，蓝色这个。那我想装蓝色的。不知道蓝色要怎么装？装，我需要一批。那要先用轮胎吗？先用一个，先用轮胎卡上去。轮胎卡上去，轮胎可以卡上去吧？我要砍另外一个，那接下来要用的是它中间那一根长长的管子，应该，哎，那我们要先做它身上的架子，把，对，这样子，有了，好，再来另外一只，两只接呢，那再来一只，这只是有那个。有凸的，
再来另外一只有凸的，另外一只有凸的这里。先把它拿起，我要拼眼。小猫咪还很小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，这个头，这样子。你下面有那一横吗？前面你看，荡秋千的杆子好了。对，这个。这样子吗？接下来是红色的，红色的。蓝色的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红色的，对。所以我们家也要拼嘛。接下来是绿色的，绿色的一样是这个。绿色的，然后这个直接不下去。好，接下来绿色的一样。绿色的一样。你在干嘛？我在拼脸啊。诶，这是什么拼凑拼？这个是什么拼哪里？人，我拼好了人。仔细调查推理之后才拼出来的。好了，妹妹，荡秋千。Oh my god！ 人可以坐上去了。哎，我先拆掉，我来重新拼一次。要慢慢的等我哦，要帮我拿材料。两个绿色，这个是什么？两个绿色。这个，我这两个拿给你，只是它比较近而已。这个人可以坐，是吗？这人早已坐了，对不对？他早已坐了。再来呗。人。永远不错。来，我来控制这个手。手就断了，手持就不好。这样子。有哎、欸，他的手这样子，可以荡哎、欸，哇！耶！给各位看。现场观众朋友们都看得到我们今天做的可爱完美人，他的手其实我们也有把它放下，这个是他荡秋千，刚才有人用过才会有摇动，他觉得好奇怪，坐上去，停止上 B， 他接着，哎呀，从那边跳摔下来，他不知道这是什么的荡秋千，他坐上去后。哎呀，因为他摇得太大了，又摔下来了。他重新做了一次，荡秋千摇得顺顺利利。结果荡秋千又啪摔下了，他觉得好生气，再也不来这了。可是有一天，小明在家里发现那个荡秋千又在他的前面，他生气了，他说：“我明天晚上不会再见到你。”结果睡觉晚上，他渴了起来，他还在见到他。结果呢，他的手就慢慢的长长呀、
说谎的舌头会变长长啦。那我们的荡秋千要留着。那我要补椅子。那两个人都在这里怎么办？我没办法煮椅子了，煮一个没有那个的好了。好了，来来来，可是这样我们还是需要那个，需要等一下再弄，等一下再弄，我们先把它放旁边。好，那我先我们玩另外一个。为什么？等一下再玩了，等一下再继续玩。好，人家想玩这个的。好，那你自己玩，直接自己玩这个。这样人还可以做到什么？这跟寿毒一样味道。它没有说明书吗？你就看骰子，骰到几就抽哪，抽哪。好，这么棒！哎，谢大家。啊，这都不行。姐姐，这个卡住了。在爸爸的办公室那里写功课都有听到吗？没有注意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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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幸好我的图有夹住，就这样。等下子做好了。鸭子，八，八九十十一，十一再加十有十七，十七号。十七再，十七号。嗯，我好害怕。换另外一个人。一四五五十三。可以离我远点吗？因为我怕倒下来。这样好，远，超远。再把你第三个的，你看，鸭子用这个才对啦！你看，鸭子还可以用手握哎。你看鸭子在荡秋千。鸭子啊，好可爱啊！去把鸭子拿出来。是好玩吗？好玩啊！我要到肚子掉了。三九九。爸爸，我帮你做一个刮胡刀。没有，再来一次。帮你做一个刮胡刀，我这里可以做刮胡刀。好。5 5 10 13号。我没有蓝色，所以用这个代替。没关系啊，爸爸喜欢黄色的，若能配上红色就更好。来，刮胡刀。嘎嘎嘎！有没有割到？有啊。刮胡刀。袋鼠，用蓝色好了，用绿色好了，用蓝色好了，再换。
哔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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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哔那我又要重拼的，再拿掉这个。好吧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放好。输不进去。滋滋滋！放一下更加怎么办？可以先把它全部拿掉吗？太闹了啦！那你就赶快到地毯去玩。好，等一下我。嗯，你放这样，要，这一放，你放好。哎呀，我还以为这一层摆完。哎呀呀呀呀！你差点。放好。跟你玩才有趣。不行，不行。妈妈，这个头还可以耶，他头还可以耶。你哪有人放这么安全的啦？你这样会倒，会有倒。我诚实跟你讲，我诚实跟你讲，你怎样都会倒。我诚实跟你讲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！喂，完蛋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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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宝宝完蛋了！哈哈，他的身体光溜溜。怕你吗？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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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看你怎么办！刀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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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知道我的目标等一下是哪一个了。刀刀刀！别要喊啊！
是要作战策略。你这样我们有东西可以拿啦。谁叫你要那样？宝贝，宝贝，神啊神啊，拜托你让爸爸倒吧，倒，倒倒倒倒了倒了倒了，倒了。不玩了！厉害！瞬间鉴定，我们就完成你的魔术线，骗我傻子。拜拜。